老公，你跟我的闺蜜会不会太好了？我老公跟常雅姐合作了舞台剧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关系就非比寻常是。是，对呀、啊，我怎么一个说不是？真的是。四个女儿当中，曲哥最疼谁？老三亮亮，小四。那一个多月，曲哥提到都是亮亮，而且亮亮私底下也是叫你妈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跟班。